咱的声势无够，所以咱袂当引着伊的心。嗯，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直直从要紧出去做。咱花莲的工程，我拢有当参加嘛。啊，医院职工人也讲，我就会去做。我们做慈济以后吼，咱就会去想。所以我拄啊讲的讲，唔是伊无同意咱去做，是咱无用方法去甲伊沟通。没有对的方式，对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的声色不够去沟通，这是第一。